喝摩斯红茶的你一定要知道，教女神还原摩斯红茶，你可以在全联买到茶包。首先烧开1公升的水，水滚后关火，轻轻放下红茶包，记得茶包不要搅动。计时8分钟后，捞起茶包，加入120克的糖，搅拌均匀。最重要的一步来喽，立刻加入冰块降温，茶冰酒也不会混浊。做的是浓茶汤，想喝的时候加点水稀释，就可以有一杯好喝的摩斯红茶喽。幼稚园，伊就开始破病啊！扫雷的鼻水公公老，听别个妈妈讲，这味足好用的。今仔日我准备来个试看卖。一颗苹果，一颗洋葱，苹果削皮切成块，洋葱也一样，沙拢甲烫掉，切成块。拿一个生盘，一个碗倒扣，所有的材料都铺平放下去。外锅2杯水。大约30分钟就好了。把食材全部夹出来，不想浪费的可以把它们拿来煮咖喱。掀开碗，精华都在这里。把洋葱水倒进杯子这个过程要小心，我就不小心倒出来了。一天1杯，增加抵抗力，细菌都 get out。好喝。